有没太袭人，有人好可怕。你没听诶，很痛很痛，那你还可以让阿公这样子都不拍你，手放开啦，把你手放开啊，我可以要不然先把虾子剪掉，剩小一点，剩小的不能放开了，没了，我放开就能掉的，好不好？要用剪的吧，很痛嘛，没有你往那边拉，自己拉很，舌头自己拉着啦，舌头在我右臂顶着，然后往那边拉，都是那一口，舌头要自己出力呀、啊，不是？对啊，你那个要自己用啦，没有人能够去帮你。啊，我知道你用牙齿把那个海鲜咬掉。这不是自己那边拉出来的，不然怎么弄出来的？